人不能没有愿，有愿必成。六祖要做佛，真的满他的愿，他做佛了。法藏要做佛，超胜一切诸佛，他也满愿了，他真的超过了。十方三世一切诸佛，正报比不上阿弥陀佛，依报也比不上阿弥陀佛，教授名字也比不上阿弥陀佛，三种庄严都超胜无数诸佛国阵啊！他真做到了。那我们要问，我们今天修行为什么会退转？说实在话，为什么自己功力这样的薄弱？外敌不过诱惑，内敌不过习气烦恼，原因在哪里？你立的那个愿太小了，所以起不了作用。你如果今天立个愿，我要度这个世界苦难众生，你要真有这个愿呢，这个愿产生力量啊，必定可以内服烦恼，外面能够抗御诱惑。愿太小，愿心不切，那个愿是会动摇的。遇到境界，愿就退转了，这怎么行呢？我们看看祖师大德诸佛菩萨那个愿，坚定不移，永远不会改变的，所以他有成就。愿呢，就是他有努力的方向，他有努力的目标。不达到目标，绝不罢休。你要发愿，帮助一切众生，为一切众生服务。你要成就你自己的学问德行啊！四弘誓愿里面是断烦恼学法门，你度众生的愿才能实现。单单有众生无边誓愿度，自己不肯断烦恼，不肯学法门，那一愿是空的，不可能落实啊！这就说是你那个愿不切，你那个愿不真啊！你在这一生当中，无论修学，无论是工作，你是盲目的，没有方向，没有目标啊，到最后没有成就，没有结果。所以我们看看法藏，他给我们实现的最好的模范。学佛，我们今天跟谁学习？向阿弥陀佛学习。我们今天在因地，因地学法藏，因果不异，在因地也学阿弥陀佛。我们要发愿，常常自己怀疑，我发的这个愿，我这一生能不能做到？你看看世间自在王的开始，对我们也产生了信心。佛先以比喻说，譬如大海，一个人用斗量，海太大了，斗太小了，你能把大海的水量尽吗？在理论上讲是可能的，精力结束，如果真你有这么长的寿命，你的寿命是无量劫，你天天去量，一定有把海水量尽的一天。这个比喻好，比喻里面暗示我们要有毅力，要有决心，永恒不变，你就能成功。关键在智心，智心是真心的，不是妄心的。真心是智慧，妄心是情识。你要从真心，真心是永远不变的。楞严经上讲，常住真心，从真心里面发心要求道，真心不会变的，所以才会精进不止。精进两个字重要啊！佛在大乘经论上常讲啊，菩萨善根唯一精进。菩萨的善根只有一条，我们这个事法善根里头有三条，三善根：无贪、无嗔、无痴。所以诸位要晓得，贪嗔痴断掉了，你起心动念
言语造作才是善行，无疑不善。只要贪嗔痴没有断，你做的这个善都靠不住，未必是真善。精进我们要特别注意，精是纯而不杂，静是求进步啊，要精进不止，不止就是不间断。法门无量无边，无量的法门就像一个圆球，球面上任何一点代表无量法门，任何一个法门只要跟球面成直觉，你一直往球里面深入，一定可以达到球的圆心。我用这个来比喻精进啊，到你达到圆心呢，就是佛家讲的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啊。所以任何一个法门都可以啊，只要功夫用得正确，你决定能见性。见性之后，你在圆心里面所有一切这个面上任何一点都共同一个圆心，你只要掌握着圆心啊，求灭所有一切法你都通达了吗？古大德告诉我们，一部经通了，一切经都贯通。你从这一部经里见性，你从这一个法门见性，你从这一句阿弥陀佛名号见性，世出世间所有一切法没有一法不通达。问题只要你觉度对了，方向对了，持之有恒，精进不止，都会结果，都能成就。这一点我们要深思。世间人求学修道往往心太急了，希望侥幸俗成，这个心理上就犯了很大错误。古人常讲，欲速则不达了，认真努力学一段时期还没有成就放弃，再去找个法门，这样常常换了，换几次年岁已经老了，结果是一事无成，一门都不能成就。事法跟佛法一样啊，你要想做出成绩来，一定是一门深入，精进不止啊。尤其是在现代这个时代，无论做什么事情不可能没有障碍，如果遇到障碍就退心，决定不能成就。为众生不是为自己，众生无始劫来造作种种不善的因缘，今天虽然有菩萨，虽然有人想替他做一桩好事，也免不了魔障。魔障一定要有真善之识为我们做增上缘，佛力会加持，但是如果没有人努力认真去做，佛的力量加不上啊。总得有人呢去替佛办事啊，佛力才加得上，没有人肯办，佛菩萨再慈悲，再大的威神力量也落空了。